见大杯的咖啡，幻觉来得不了。这周鲜好不好吃？好吃，它味道很特别。好吃，很好吃，好吃。哎，这周鲜好不好吃？哎，你知道吗？哎呦，满中有在做 HB 清仓大促销，要不要打广告 ？Hello， 老板你好，你们这里几点开到几点，然后几时休息呢？有千里迢迢。早上九点到傍晚六点，星期二休息。老板，不要玩，要讲，坐下来讲。不要，我要做千里传音。听讲你这间咖啡有四个不同的区域，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哦。我们第一区哦比较适合做那种 business talk， 然后第二区是 family gathering 的区，第三区呢通常比较适合给那种朋友啊 casual 区这样子，然后第四个就是哦情侣都很喜欢的 love land 区。你们这里的 coffee 啊非常好喝，可以介绍一下吗？我们这里的咖啡豆主要是用两个国家的巴西跟印尼混合的，然后经过那个大型的 coffee machine 所提炼出来的，然后也有经过那个咖啡师调教出来的，只有在 Hub Cafe 可以喝到幻饮幻觉的咖啡。这种环境喝一杯这样美的 coffee 打滚，这 coffee 味道很好，真正很香，那 coffee 的味道苦中它不会太酸，这样好喝的 coffee， 阿板讲喝了会有幻觉，我有所保留了。来哈，小姐姐泡的 coffee 真好喝的，不客气啊。真的出现幻觉了？是不是出现幻觉了嘞？一杯幻饮幻觉咖啡只需要10块钱。OK 啦，知道你的 coffee 好喝啦。食物什么介绍嘞？我们这里有大早餐，然后我们还有最近推出的早餐优惠系列，跟我们还有一个手打的鸡肉汉堡。跟最多人叫的软客蟹意面，喂哈，那个优惠早餐好像很可以嘞。对，我们的优惠早餐套餐，付一杯饮料只需要12块，然后如果你再加5块钱，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幻饮幻觉咖啡。整个累的，可以这样谋的。早餐优惠套餐，我建议你吃 in house 那些人嘛，除了他干。一定要轻松来吃。哎呀你digoreng dengan tepung。sedap。By the way, nama saya Cheng Chong。我很有兴趣你刚才讲的那个手打汉堡，可以介绍吗？我们的手打，我们的那个汉堡，它的肉是用我们手打的。哎呀，这个小妹妹打得很优雅啊。看是不是又出现幻觉了，我们有配上我们的秘制酱料进去，再加上好，我们因为是手打，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实一点，实心一点，然后它差不多会有4到5cm 这么厚，然后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调味料，我们的那个 mayonnaise 我们是用秘制的，我们也是自己做的那个 mayonnaise， 还有最最最最特别的就是我们的那个配菜，有一个是炸洋葱，那个炸洋葱我们是用酸奶腌制然后才去炸的。 burger 吃吃吃，你看这里 burger 几厚，然后最特别，那我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 onion ring 啊，我们所吃的 onion ring 跟大家讲说放 mayonnaise 去炸的，那我试一下好不好吃啊。这里本身它不需要像你外面吃的加 chili sauce tomato sauce， 它就是这样子的原汁原味，味道 very good， 很好吃，它配到刚刚好，然后有一点点的微辣， very good。 手打汉堡一份20块，刚才你讲你这里最多人点的奶油蟹软客意面好不好吃？好吃。试试看，阿珍做什么不吃？当然了，阿珍都不喜欢你。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爱情冲动。
头顶飞过流星雨。好吃，你看它的卵壳写这么大字。谁能说人生不错，并没有什么。一份25块。好的，谢谢你老板。又有千里传音。Okay, 我给你们100套超级优惠价，17块的纳西拉曼加伴侣幻觉咖啡。哇哦！我要做千里传音。这样子我就把它卖1套12块钱。不一样不一样哦，那个17块已经是优惠价了，你还要给优惠？对，我们这个叫做你赢我赢，粉丝赢。哎，还有一个好看 ，HP 清仓大促销，电脑只需要999，而 printer 只需要99就可以得到1粒。哎，还有9月30号4点到5点半的时候会有1079放下来，里面会有 AU Watch。